有知道这把大腿是我啊？嘿 ，shot， 碎啦，又杀到了。我这个机器人，溜溜溜溜溜，哎，好猛啊！这个兵线就很差，可是我就再怎么掉就掉这六只而已，所以不管了，就这样。这个跑线，各位观众。看着他学的最后就是观念，那肯定，那也不是对的啊，没错吧，没错吧？你刚那波兵线进去，肯定带他。Nice nice， 队友 carry 啊，我一下就四个人走了，是吧？已经大招就杀 ，easy peasy 啊，各位，好像不用丢大。Unstoppable， 就这样，你去收兵吼。哎呦！哎，他好大哎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我先扛，因为我可以一起来。有没有这个观念？哦，其实菲斯一直都默默的是我的名角，所以我才买了这个黄金菲斯来秀。哎，连塔大哥 ，Rekido。阿 Q 一单独可以抢。没招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我还有一哦，一扣很久。哎呦，哎，我会不会死？神啊，这把，这把感觉已经用脚在打了。鳄鱼有点神啊，鳄鱼六一三有点神，可是我805还是更强一点，还是更强。可是我只有80刀，他只有75刀，好吧，我都忙着杀人了，没有在吃冰刀。了解室的20位观众朋友见证了我的飞丝了，也是下来就是我的 main 角之一，下来就是 main 角之一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还没有 follow 飘逸小男孩的，麻烦右上角的 follow 帮我按下去。如果你已经 follow 飘逸小男孩，可是觉得这个台24个观众感觉有点孤单啊，那麻烦去 P 版帮我把我的实况文推上去好吗？感谢大家。